朋友们好，这里是新都区木兰镇，这条街叫同心街。我们上个视频中介绍过，这里有一家赖锅盔小吃店，听说这里的锅盔和蒸牛肉很不错，我们中午就在这里吃午饭。这是凉粉，可以夹在锅盔里面。蒸肉，蒸牛肉，面条1两7元，2两9元，3两11元。这个就是今天中午的午饭，那个是臊子面，2两臊子面，里面那个红汤，我们看这个鱼汤颜色都好。这个是蒸牛肉，1份蒸牛肉。这个蒸牛肉吃之前呢要和一下，因为搅拌一下，因为它上边是那个香菜，加了香菜的，所以说必须要搅拌一下。牛肉还挺多的。这个是泡菜，四川人吃饭必配的泡菜，泡的是小白菜，白菜。先尝一下泡菜吧，先来一点面。这个是臊子面，白菜，小白菜，还可以，味道，尝一点醋，再尝一下面看看，尝一点醋，来一点醋。吃面要加一点醋才好吃。这是酸菜，味道好呀。尝个这个牛肉，蒸牛肉。这个蒸牛肉和我们上次在那个彭州吃的不一样。这个蒸牛肉它是一小碗小碗的蒸到一个大蒸笼里面，上次我们吃的是一个大蒸笼蒸的时候，然后再给你舀一碗。本来我刚才还想点一份那个凉粉，伤心凉粉，是那个客家人的，但是我吃不完，让我先吃了再说吧。它跟牛肉啊真的很趴，好吃。看这个不行，它有个臊子也好吃。泡菜和面，泡菜和面混着一起吃。这样吃才有味道。我们看这个好多那个白芝麻，全都是这一片，所以说味道好啊。还有酸菜味道好。这就吃完了，这就吃完了，吃的人还挺多。他这边还有那个锅盔啊。对对对。我那儿加了一道油，晓得没嘛？那儿好像还多加点油去，这个。哦。这儿其实还没加好多油，晓得吗？这儿也属于加的多。你黑了就用微波炉也好，用蒸也好，用微，有微波炉就用微波炉打一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好。那
那个小车兵把那个菜装了，你把蒸那个是再把这个叫加上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就是加上去就蒸那个了，蒸。这个就是骨灰拌牛肉，加在里面。这个就是我刚才买的两个，两个锅盔和两份牛肉带回去晚上吃。里面锅盔牛肉，锅盔加牛肉，两个锅盔，两份牛肉。一个锅盔是1元，牛肉是6元一份，所以说一个牛肉锅盔就是7元，还是很可以。中午我们吃的是2两那个臊子面和一份牛肉，牛肉是6元，面是9元，总共花了15元，味道不错。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点赞，下期再见。